我要吃这个哎。嗯。你就是要带这个怎么吃啊？嗯，带在这里吃。哇，这个香肠，这个会有毒啊，这个不可以吃啊，这是塑胶的，上面还有花花，哇，亮晶晶的花花，来，这样子带你照相一下，看有没有很像公主，哇，太奇怪。那个是你抽奖抽到，哎，啊，你还有一个小礼物嘞，你不是抽了三个洞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花精灵徽章组，哎，嗯，对啊，这是徽章组，这个不是面纸，哎，啊，这是花博的徽章，哎。小花婆的徽章哦，这个要卖139块耶！对啊，天哪，139元，对啊，你中大奖了耶！嗯，我们给它打开来看好不好？好，好。